但目前当时在长庚五的人数是五位，现在也是五位，但是全部减薪两成。我们蓬莱岛杂志目前每一个月如果是四期来算的话，大概要23万左右的发行的费用跟邮寄的费用。那改成双周刊以后，我们大概可以把成本控制在12万以下。那加上未来如果还有租金，还有水电开销的话，一个月是多少？53万到54万左右的预算的经费。我们也希望这一笔募款是一个自运点办6个月的一个期限的一个募款，到明年运作2月为止。那接下来我们希望以后如果未来一边一国连线市议员当选人，如果能够倾其力量继续合作，每一个人自运他们助理薪水的一部分来支持点办运作的话，那我们希望这样点办以后成后继有人，有更多的力量跟澳元可以不用跟社会募款，可以继续运作下去。我们除了从租金比较贵的管钱路搬到这边以外，目前对办公室的运作做了决定。那在上个礼拜四我去见陈建总统的时候，我也把我所有的规划的方案，这些全部都是我规划的一些方案跟他做说明，他也相当的支持，相当的肯定。在财务吃紧的困境之下，我目前凯达格兰基金会的本金3000万是不能动的，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有30多万的利息。这30多万的利息基本上也不够支应我们基本的开销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社会募款。如果募的不足一起，我愿意到社会各界去跟人家借款来支应北方的运作，至少要维持到明年1月的运作。我想北方一定会继续运作下去，一定会继续走下去，只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难关很大。我们目前的经费大概可以过到9月中下旬，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况。那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支持那边，听那边，能够帮我们对台湾尽一点心力，为那边尽一点心力。杨妈妈，这个毅然决然把这么好的地方来租给典范，他不只是房东而已，他是最爱台湾的这个台湾妈妈。我是台湾人，台湾是外国人，我爱台湾是应该，无讲什么别的。你大家若是台湾人，你嘛是爱台湾人，敢是安尼？敢就讲你爱台湾，就是特别。所以吼，即摆拄着这件代志，我实在唔免伤心，真愤慨，因为阿扁总统是阮所选的总统，伊较安怎做法好歹无关系，伊是代表阮台湾人，所以今仔日对待这款的做法，是对待台湾人的做法。我要虽然我是将近90岁的老太太，但是我当然要大声好声去全世界，让大家知影。这个政府安那要做得台湾人60年久可以做得，那是要安尼欺负的人，不是大人，请你